作为一个四川人，火锅是我最喜欢的美食之一。作为一个徒步爱好者，爬山涉水是它的魅力所在。有没有两者兼得的方案呢？和你在一起。石门，应该是一个古建筑，应该是一个古代一个城堡的一个。哦 ，Cliff Castle， 应该是古城堡遗址。这个小房子就是传说中的大不列颠岛，本岛边缘的第一个房子，也是最后一个房子。这里就是英国大不列颠岛陆地的尽头。根据指示牌显示的话，我现在距离纽约还有3147公里。好 ，Let's go， 下一站纽约。看到一个好像有点历史的油箱。哦，这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邮箱，英格兰的。这里是个农场，里面养着很多矮种马，还有那个叫什么草泥马。我想起那个马叫什么了，叫羊驼，这里就有一只。还有一个吃草的小羊。这有一个羊驼。Hello。这还有个小洞，哈喽。
时候，妈妈对我讲，大海就是我故乡。哇，这有个洞窟，这应该是人造的吧？穿过洞窟，我们就到这个下面这个海湾了。哇哦！全是海带，那么多。Saint Nevins Well， 没水哦，那里有一点点，看一下，这就是古井，但这个水也不干净啊，看着也不干净。哦，这个海滩真漂亮，这块也比较偏僻，所以游人比较少。我终于失去你，分离和你在一起，看着你，我要把全部给你。